我们特地也请来了一个神秘嘉宾，就是现场来观摩你们的教学。来，哎哎，大秘密在此，你们一定要认真好吗？就是你们的一举一动他都会看到，好吧？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给宝宝换尿布。我是男还是女？我们现在桌上给两位都准备了新的尿布。伟霆，你怎么了 ？What happened？What happened？ 伟霆。尿到你的脸上了。来，给到我密码。OK 的啊。来，他说让你把旧尿布打开。不要啊，不要。不许，不许。不行。